莫兰特加速冲进来，这球是不是给犯？来看啊，这球波尔的手啊，的确推了一下，就是抢断啊，前场的二打一，给到跟牛，哎呦嚯，直接来了一个空中擒拿，把特里安曼恩直接按下来，从空中把这球抢下来了。表现得非常的高效，九分钟啊，得了八分，里边，哎，路人啊，人就圈顶的一个挡拆呢，底线乌木德补过来之后，主要是他跟格林一上啊，就改变了比赛，好球来了，哦，也是想消耗到24秒，尽量少给对手最后一攻的时间，但是呢，这个帽子。好球，身体对抗非常的强，怀斯曼补扣。怀斯曼现在确实啊，对，自信这个运。但是无论怀斯曼多好啊，在今年这么好的一个沙篮底下，要加一，这个很危险呀、啊，直接摔他身上了。对，穆蒂攻的强硬，空中悬停，哦，也有格兰特落到他身上，还好啊，胸口是。可能腹部撞了一下，嗯，还好。你看，运动基因的国际运动球员巴特勒推进当中，给到霍顿塔克单手劈扣。霍顿塔克本场的高光表现，自己队的中锋，这是霍顿塔克标志性的起球，单脚起跳，单手劈扣。卡洛索。哎、漂亮！哇，这种今天呢，感觉雄鹿这个阵容啊，就是像霍拉呀、杰文卡特、马姆克拉什维利都在的时候呢，好像还好一点。又漂亮！又是卡鲁索的助攻。再看帕维这个势大力后呢，平时投投控卫三分，但今天三分球进了两个之后啊，反倒是有很多。是有他就是第一的，对，但是像罗斯这种老同志，他在这扔，你也不能说他。对，莫兰特差点失误，转进来打进，漂亮啊，莫兰特！莫兰特今天也得到了20分，但他并最后时刻的感觉，比赛看着也值了。莫兰特造成了克兰东尼的犯规。